情深不悔在爱难为是由高天一和金泽领衔主演的甜宠短剧，剧情讲述了女主顾青青在经历车祸与毁容的重创后，换脸重生，以沈曼青的身份涅槃归来。男主是裴氏集团总裁，冷峻外表下藏着温柔情愫，在揭开层层真相的同时，两人也陷入了情感的漩涡，爱恨交织，千金意外身亡。总裁设局只为揭开真相，却落入情网难以自持，宿命与爱交缠，替身少女与冷面总裁爱恨缠绵，携手复仇。该剧已经定档，将在4月30日开播，喜欢的观众千万别错过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